我 channel 都係啱啱先開嘅，咁就即係都係關於歌唱嘅比較多咯。歌唱動漫嗰啲唱歌嚟比較多。佢唱日文啊？唱日文㗎。咁但係之前阿拉比喺動漫展佢都有表演㗎嘛？你真的記錯了，是應該是記錯了，是第二個，你記錯了第二個女人了，哎呀，溫柔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因為不是，但是要看比，即是講粵語版才會，你剛剛說的是什麼？是中文歌，是啊，我是喜歡日文歌多一點的，但是跟得標輝彈的粵語版的，是啊，但是我想過那個粵語版的歌寫得很好，唔係嗰個係即係喺香港播嘅時候，我係聽嗰只歌嘅。係啊，係啊。原唱係邊個啊？陳國峰，兩首都係陳國峰。係佢啲改詞改得好正。有睇嘅，我覺得跟住嗰班友好 OK。嗰班友係，即係你哋觀眾。我問我，我講緊填詞啊，填詞嗰個係有睇你先寫到嘅，老實講，咁又冇理由。有很多人要看一下 Walker， 很多人要看我表演这个直男的生猛的演出，喂，这个是好了，我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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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想阻住 Brian， 我不想阻住 Brian， 有他对星球大战的爱，帮我手吧，我觉得你做客是很正的，一定是有个位置，有另外一个可以，不是，我这个镜很歪的，可以试一下，这个镜很歪的，可以四個，係啦，你咁樣玩啲喎。冇啊，你因為你對唔係啊，我唔識㗎，因為我就唔怕唔得唔得，即係呢邊就好景組合啦，呢邊就係啦，好景嗱兩個叔叔，我睇下睇下人寫咩先，係啦，咦你咁樣睇咧，而家阿巴人其實變咗黑武士喎，坐低得㗎啦，老實講，你攞掂啊，我攞嘢求，我求打賞啫，求觀眾好啊，好，既然係咁，我唔介意一蚊嘅。是啊，我是想大家有成打賞的習慣啫。差不多啦，下個禮拜見啦。今天就表現出色的 Walker， 眼都哇，幫我哋爭取到眼康好多嘅，好多嘅貨金，犀利，貨金，貨金。下一集佢會升職，下一集我係會是不是有其他的女嘉賓？會啊，我每次主角會圍繞住你。如果係有呢個貨金的話，獅子頭嗰個係嘛？咦？哦。真係唔同級數，大佬，嗰個硬足全場喎，佢講嘢。